水，我没听到，大声一点。树，树，我在看。有，横不一月。梦里花，要我梦花。OK。这个能用中文又说又唱的印度小伙子叫唐汉明，今年27岁，因为中国话说得好，在印度孟买成了小有名气的红人。我的老师非常好。我大概10来岁的时候，那时候我特别喜欢看《射雕英雄传》，爱上了中国。但由于当时孟买还没有中文学校，直到4年前他大学毕业之后，姐姐从国外给他带回了一本自学汉语教程，唐汉明这才有条件开始自学中文。对，是自学的，因为当地没有就是一个好的学校。这电脑是我的老师，我的书是我的老师，一些网友是我的老师，很漂亮。通过自学，唐汉明考取了中国汉办提供的奖学金，两次获得到中国大学深造的机会，并通过了 HSK 汉语水平最高级别6级的考试。目前他正在天津师范大学攻读国际汉语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。每一次回孟买，唐汉明都能感受到一股越来越强烈的中文热，会汉语、懂中国文化，在职场上变得越来越吃香。在未来，我想要赚很多钱，就中国去大陆做生意。I wanted to learn Chinese language so that I can converse with the Chinese clients that I have much better business and much better pay. 就今年我们已经超过了200多个学生。